这不是便利商店，而是位于台北市中清里的幸福食物银行。里长方和生当初会有食物银行这样的构想，是因为里内的低收入户居北市之冠，捐赠的物资常常只有米，但他们需要的可能是生活用品，米就因此浪费掉了。食材的浪费以及食物的浪费对台湾来讲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才发展的社区型的食物银行。你伸手跟社区拿，你也可以给社区。食物银行的商品种类很多，面食、罐头、盐和沙拉油都有，包装上也会标注有效期限。这些物资的来源，里长说多半是大家的分享。家乐福他这个罐头是三罐一起卖，可是我家人口只有两个人，每次吃到最后都剩一罐，都不想吃了。啊，那一罐可不可以拔下来？结果他这样就放在一个食物募集那边，我们就可以那个东西就到我这边来。弱势家庭会有一本存折。每个月都有500点可以选购自家需要的物品。这样的一个食物银行帮助，除了可以解决自己的三餐之外，再来就是可以就是不必再经过政府那么繁杂的手续来申请一些急难救助金。方和生想推广的不是弱势家庭单方面换取物资，而是他们也可以为社区尽一份力。所以食物银行事实上是一个分享。透过我们这里的募集，透过我们分享给我们的会员，我觉得我不喜欢做发放站，我喜欢做，就说透过这样的服务，你可以来帮我，我可以帮你，这是一个循环，这样子才有意义。